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兔兔兔。今天我带来了我的好朋友百合仙子给小朋友们认识哦。这是一个蝴蝶美少女，黄色的蝴蝶好美呀，它还会飞舞哦。里面有魔法棒，让我们一起见证神奇的魔法吧。这个是魔法棒，我们把仙子变出来，变！哇哦，快看，我们的百合仙子变出来了！快看，她的头上戴着百合花环，裙子闪闪发光。接下来，百合仙子要给小朋友们表演喽！打开开关，放在手心里。哇，它飞舞啦！哇，好神奇，飞起来了！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飞，一起跳舞哦！哈，好开心！用手握住裙子的两侧，哇，继续飞舞！好开心！嘿。把它放在魔法棒上面。手按住金属位置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小朋友们，百合仙子来找我们玩喽！快看，仙子飞得更高、更远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！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哦！拜拜。